这边你看，这边环境都很好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亏本经营，亏了一大甩卖。<笑>大甩卖！<笑>你这一期走的是卖惨的人设是吗？你怎么就亏本了呢？由于一些无良客户<笑>长期试吃，导致仓库已经要亏本了。我们吃过什么了？你们就亏本了？ 香蕉可以试一下味道吗？我跟妹妹试，试一，等会儿。我主要试一下看熟没熟米，那你们吃到不熟的了。哎，我试喝一个，这饮料看是不是真的开心啊？别喝一杯吧。妹妹，你尝。别客气。看一下你今天的烤肠质量怎么样？等会儿。哇！我们吃过什么了？你们就亏本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募股公告。 由于经营不善，五斗米仓库特项全社会发行树谷，在三号地每种下一棵树，就可以按照一树一谷的比例进行认购。这里边一共是100亩，如果咱们种50棵树，这个仓库就是咱们的了。<笑><笑>来来，进来瞅瞅。哦呦，完全改了！<笑>哇！ 他们现在在卖什么啊？元气在逃少女的游乐园，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照片去告他？<笑>哇，这个我想要！哇，你与彭于晏的距离只差一个他，这个枪我熟啊。为什么拖拉机手的《家有僵尸》这些的呢？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统一睡衣耶！哇，这里有个镜子哎。 我知道我去哪里练武了，村头最强黄师傅的蔡澜子，红过黄磊、田国妹妹。哇，还有冰淇淋，哎哎，冰淇淋试吃很厉害的。<笑>这不能试吃啊？可以了。有双拼巧克力，有牛奶，哇！哇！ 哇，谢谢！哇，何老师，你吃一个不？我可以吃一口你的吧，我吃不了一个。可以啊，我来试。啊，可以哦。竟然是可以的。这个是5个数就可以换这个机子是吗？一个。哦，那你还亏什么本？还卖这么贵？<笑>哎呦！<笑> 不是不是，我连气都没有打，后期有没有人做证回放下？我没有打气的。但你真的打到妹妹了？对的，很生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很生气，很生气，慌了慌了。你有没有别致着了？你把它放回去好不好？很幼稚。给给给给。鹏鹏，你觉得这是干嘛用的吗？你这个。 重了，不是，这是给你的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躺好，来，何老师，咱们这都这样，来，咱们几个都这样。哎，宝宝，晃摇篮，知道吧？喵喵喵喵，乖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太小了，泡不开。这H的窝。<笑>如果我把碾子再往下多摁点，你还不一定抽得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个手指就可以战胜你。行行行，我走，宝宝，走，你看。 放弃了，妹妹你都可以，你试试。哎呀！你起得来吗？起得来。喂。